好啦，火车不用去集集啦，在龙洞也可以啦，肯定要超费有没有啦？咱没有撞，也没有撞到浮潜的人的问题，没有撞鬼的问题，咱没有撞鬼哦，再来是学姐Regina 插过来了，还有魏根生，超费，你们都只要滑两下就好了，朝我滑过来。好，你再把它掉吧。我很常滑，不要这样。肯特加油！肯特现在尝试站起来，快站！可以的，哦，有啊有啊有啊有，成功了。可以的。你要赶快往前，不然就会更晃。哦，好啦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不是，跟雷姐不一样。易放弃类型。雷姐是拉什么标杆？易放弃类型。彪仔，彪仔，让你要来哎！你彪仔刚刚开过来，对，开好快哦，吓死我了。好的，就是又是北卡 again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撞我？我在拍摄，赶快绕过我。真的超美的，好美哦。好，走左边哦，走那边，谢谢。好，是我 again， 我又回来了。啊，真的超美的，各位看一下。啊、哦，真美！好，你说右前方是龙洞是不是？龙洞眼，等下可以跳水，快绕过我，快绕过我，你这样脸会超大哦，还不快绕过我？你现在已经有三十秒了，三十秒。哈哈哈，你太夸张了。目前我们正在龙洞岩，我们真的滑了很长的一段距离，终于到了这个地方。等等，我们就要来表演跳水秀咯。